哈喽大家，我是 Inset。 对，现在呢我们人就在 Bukit Tunggu 这里啦，然后呢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算是期待了很久，也敲完了很久，就是呢之前不久有一个马来同胞 TikTok 还是什么不懂，然后就是他有我们有在这一区，就可能是他们的车的记录仪那边就录到一个女孩子的笑声。对，就在 Bukit Tunggu 这一区。因为Bukit Tunggu真的非常非常的阴啦，然后这一区呢最少也有十多间以上的鬼屋，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盲盒的状态，就是开盲盒的形态，然后我们就走走逛逛，然后找到了这间鬼屋这样。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来，然后我也不懂里面是长得什么样，就外面看是废弃的，然后也感觉有一种可能感应吧，然后就来这边探灵这样啦。对，然后等下呢可能我们也会通灵那一个笑声的灵试试看。 Yes，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带了 Gary 一起来。Hi. 然后我们今天的盲盒就是这个，因为Bukit Tunggu真的太多太多间了，你随便走啊你都会看到好几间，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开箱这一间吧。Let's go。 然后如果目前你会看到什么呢？在里面哦，外面没有。外面没有、啊、那个女灵也是没有在过。女灵感觉大概在那个方向，等下我们通灵哦。那边有也是有很多会走过来的。其实这一带真的是蛮阴的，那边跟进，我们下次再看怎样了。我们今天先 focus 一间先。然后这次的盲盒呢，就是一个算是建设到一般的废弃的屋子吧，建设到一半。看是建设一般的，可是蛮大间一下啦。可是如果我讲真的话，可能这一间有日晒雨淋的关系，然后导致可能里面的范围我感应的话并没有那么阴，反而我觉得阴的反而是后面那一片森林。里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我看到一些朋友吧，好啦，不是很多。我不懂看的视角对不对啦，没有错了。等下我们再通灵来一下，看是一些建设到一般的鬼屋吧。为什么建设到一般就放这呢？有些不懂了。然后这一间呢通常就会比较阴了，因为有这个植物。假芋头，是假芋头还是香蕉树？看一下，应该是假芋头。这没有什么。你注意看这墙。小脸。看这小腿很痛，我感觉到什么了吗？它是一面墙，然后有好几粒眼睛一样看着你。是。四维的话，你看是这样的。我腿很痛哎。是灵来的。四维是眼睛来的，那面墙还有很多眼睛，你注意看。它是自然形成的吧？它不是人画上去。自然形成的。有东西啦。肯定有，我头很痛。可是很特别，还是我感应的话啦，它是一面墙，然后满满的都是眼睛。如果以天使脚的话，你会很密集恐惧症啊。我们可以理解为，应该这个是能量最强的。这一面，然后旁边全部都是。如果以天眼视角来感应或者看的话，你们就会看到很多眼睛就在这个墙。难怪这里有假芋头。你这样看外面看我觉得还好，反而进来看就比较恶心。这里有一个香蕉树，枯萎的。然后这里就是厕所，就是他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有灵体，他一定是住在这边的，就是这边没有一个固定的灵体，就是他 fix 在这边的，固定在这边，他就跑来跑去。他们真正的家还是旁边的森林啊。对。可是这些眼睛是定的。是啊。这眼睛是定的。这是为什么来的？那是一个小房间呢。这样奇怪。
还好，我觉得这边能量还好。没什么。走呗，我们去别的看看。不懂能不能去下面看看？可是很多眼睛。对不起，帮我拿一下灯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整体看的话啦，它整面墙还是 maybe 是那种小小小的，都是小小的。然后这个算是已经有修到一种形了的。嗯。所以你看它是有来 maybe 来耳朵，可是耳朵一个眼睛，它耳朵也是一个眼睛。然后这是它本身的眼睛，本身的眼睛。然后嘴巴，然后这也是两个嘴巴，它是一个形象的。如果讲特解讲搞笑一点，要很像比卡丘。可是他的确是有灵，他们 maybe 如果我该感应的话啦，他是跟我讲是妹啦，是妹王娘的妹，应该是对自然形成的。然后旁边呢，就是你看这些墙上都是一粒一粒眼睛这样，我觉得可能很多体质比较敏感的人啊，可能进来这间房间或者看 video 的人都会可能鸡皮疙瘩，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人在鸡皮疙瘩状态，或者头很痛，因为这个这间房间的能量大家产生共鸣啊，我可以这样也理解。OK， 我们就去先。可是我觉得还好，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，他们只是来这边休息嘛。这是停车房，应该是，应该没有什么。严格来讲没有什么灵，没有。等下我再阴气而已。啊，等下我再通灵。OK， 我下去。哎，等下先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其实这里的建筑蛮抽象啊，我都不懂什么是什么哎。这里好像是哦，小便的地方。是厕所。为什么厕所在这样地方？又好像不是厕所嘞，又好像不是哎。可是这样的装潢又像是厕所还是洗手盆之类的，可是我这样看又好像不是哎。厨房，可是厨房在这个大门外也很奇怪，可是又好像很不合逻辑。大家帮忙多多 comment 一下，好抽象啊这边的建筑，我们下去看。其实这些酒哦。他们灵啊，他们在那边修酒，他们有些会变成一些跟这个在这个三维的地方，他们会形成一个形态啊。你看这个也是，你看看到吗？是一个小孩子灵啊，是小孩子灵。嗯，他在那边修酒哦，他就变成一个跟着这边的像一起。这就是自然界的奥妙吧。这就是下面的空间，好奇怪啊这边的建筑。哦，这边应该是，哦，这边以前是有一个地板的，然后可能就被拆掉还是没有建好之类，所以就这样废弃的状态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看到上面有个人在看着我。对，也是没有什么的。那这个会比较凶一点啊。嗯，难呢。男的马来人，我看到是有点像，好像那种尼泊尔那种比较白皮肤的。哦，比较白皮肤的，比较白一点的，比较白，它没有太黑，中东人的感觉了。啊，它那边就很阴啊，因为那边有屋顶啊，我觉得。OK， 你看那边，看到啥？这个位置。对，中间那个站着有一个，这个跟这个中间哈，啊，是歪的。我知道一个人在站在那边，女孩子啊，女孩子。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一个埋人那个 video 的那个女孩子。对，我是刚才觉得是她跟刚开始你给我看 video， 啊，她成像的形象很差不多。是埋人呢？对，她就站在这边。我这次有带探测器来，你看我没有说谎，蓝色啊。然后我在这边我要强调多一次，
其实意识沟通呢是不存在语言障碍的，好像我们可以跟他讲华语或者怎样也好，他是明白的啊。灵界是没有语言障碍的。那个故事，那个女孩子就在这一边，可能我们一直提到她，然后可能她知道，她就过来了。因为我们也是通灵师，通常这些灵也会想要接触我们这些通灵师。我猜一下，请问是你吗？刚才我是听到呀。啊，那个笑声的人是你吗？那个埋人的 video 的 ？Yeah， 很大声的，这是。你在这边很久了是吗？你感觉到后面很有恶意吗？可是我听之前没有电去哦。刚才突然间很有恶意的东西。我觉得突然之前没有电去哦，之前没有电去哦，之前没有电去。刚才哇，刚才满的嘞。啊。好神奇啊！最近刚才没有电的时候，我突然间觉得、啊、后面一股阴气涌过来，然后你就讲没有电了。嗯、啊，你看刚才讲没有什么气氛，现在全部来了。是，可是我觉得姐姐你蛮厉害的嘞，你可以用这些三维的声音让大家听到，蛮厉害的。我希望这次你可以做给我的影片听到，然后等下呢，我会把你送去你应该去的地方。好吗？点头。嗯。等下。等下。这森林哎，我这么女男孩子讲话。我有听到。是没有那个人的声音是在这边里面传出来的。好，解开。前面就是要小心，他人的声音是从这边里面传过来的，而且我感觉到下面是很多这种山林啊，山妹吧，山妹很多，树上也有，可是是很正常啊，对我们来讲。而且如果你是讲话，可能一直讲嘛，不可能讲一声不讲一声嘛。也是，他就是。不能吧，就完了。哇，好神奇哦！不给冬菇，下次我要再来。如果你看到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嘛，下面，你也形容一下。我是感应得到里面再深一点会有一个比较很修很久的山林啊。我看到形象是蛇啊。差不多。啊。很里面再很深。这里面能下去吗？不是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下次啦，下面有点危险，我们继续走这个地方。哦，我要找刚才那个鸟一只。你还在外面等我们鸟？还在外面等我们鸟？因为里面有东西。他不喜欢，还要在外面等，还在外面等我们。啊，是啊。这个是。这间也蛮阴的。好像是20的流浪汉，嗯，两个就在这边呢，嗯，对，那个角落你拍的。可是这种哦，他们能量很浅，是没有什么，嗯，他们基本上都忘记自己的水哦，孤魂野鬼啊，算是我觉得算是被这边的某个东西吸引过来的。OK 了，等下我们有缘的邱群，大家一起离开这边。
这是他的象牙，他象牙。哎，他们灵魂待久了哈，这种废弃的地方会变成他们的像啊。所以穷一个，这就是他的像，这就是很玄的一个现象啊，我能这样讲。眼睛变成嘴巴。啊，你要讲它是巧合吗？又不像哦。它自然形成的。啊。OK 啊，基本上这样了，我们就把全部叫离开，家家买买就。几个？七个。不对，你看，他该刚停我身上，然后他看到我，发现他就走了。你看，在哪里啊？后面。哦，飞走了。哎，飞下里哦。不见了，好神奇哦。他刚才停到我身上，我不懂有没有拍到。因为其实我们人哦，每个人都是有所谓的这种气场啊，有正能量啊，负能量啊。然后我所发出来的气场呢，是属于可能他们灵魂看到他们会觉得蛮喜欢的。因为我们过后都是会帮他们送去该去的地方，简单来讲就是超度啦。所以基本上这些灵魂，讲得对，讲得好，讲得呱呱叫。OK， 又没有灯了。哇，今天两个东西没有电哎。哇。谢谢你们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真的很谢谢。哇，这个比那个hotel还厉害哎！反正我是开心，他们不是恶意，他们是算是给效果的。OK， 出来了。有一个烟气很重一下。给你。OK， 基本上呢，因为他们在这边哦，多少少都是有那种执着啊、怨念啊。然后刚才我帮他们净化的时候呢，为什么会有那种就是那么咳嗽或者那个的反馈，是因为帮他们净化掉这些东西，然后叫他们忘掉，然后才能帮他们送去该去的地方这样。然后现在大家都被送走了，可是这边不多啦。可是那个小姐姐呢，她的目的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？他的目的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希望有遇到一个有缘人带他离开这个地方。刚才给我的答案是这样，不懂你说的是不是啊？因为你讲要带他走的时候，他是直接答应的。嗯，他直接接受。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个马来人那个影片呢？简单来讲，就是他希望有一个有缘人给他带他走，蛮可怜的啦。希望他们这些灵魂呢，都可以放下所有的怨念，放下所有的执着。离开这个社会，就跟我们人间一样啦。如果我们越执着或者越怨恨，我们也不会进步。这就是我们人生中的功课，希望大家明白今天的道理。可是我觉得不跟东姑蛮有趣的，下次我觉得还可以再来玩一下。OK， 就这样，谢谢 Gary， 记得 follow 他的 IG， 然后也记得 follow 我的 YouTube， 我的 IG everything 啦。然后我制作一个影片呢，真的需要3天到7天时间，你们点一个 like 或者 share 去，只要去几秒罢了，那就麻烦你们啦。谢谢，就这样，拜拜，多多 comment 啦，拜拜。你看，它是没有电的，它是没有电的，然后突然间打开，然后现在我就关不掉。你看啦、power on， 关不掉。你看，我关不掉，要踩到电池盖，我就突然打开，然后我就现在没有电了，然后又关不掉，关不掉，我按了很出力也关不掉，要按了很出力都关不掉，要打开电池，这样才可以。哇，现在要变两个。要讲解释，刚里面的时候没有电了，刚你们看，你这个也是一 tag， 这个 video 也是一 tag， 这个 video 是一 tag， 看，现在两个格，好神奇啊这个，我也不给东姑这样神奇啊。
哇，好玩！你看，现在有三个格了，这个 video 一 take 的哈，这个 video 一 take 的哈。你看，现在变成三个格了，这个 video 一 take 的哈，这个 video 一 take 的哈。你看好几个了，谢谢大家的反馈，谢谢大家的反馈。我知道他是讲啊，他叫我们过去那一边，那边有一间废弃的，下次我们再来 ，OK？ 这次我们先好好休息，连明天大家很早就要醒了。你看，变三格了，神奇！神奇效果给我们，这个是哇 ，perfect！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事情哦。哎，我发现到好像临界的东西很容易对我们三维的电子设备，对对对，会崩我们电。这个也是满电的，嗯，那个灯也是满电的，然后接下去剩一格，没有，不是一格，完全没有电。我好奇一个东西，看灯，看灯可以开吗？没有啦，这个还算正常了，可能还顶个几秒这样还算正常，应该顶个几秒。可是这边是剩一格吧？好了，哦，啊，剩一格。这个真的是没有电的。嗯，可是这个是真的夸张啊，这个是 one take， one take 的。OK， good ending。哇，谢谢他们给